是元介拍床戏零措施 Gg 差点掉出来。是元介王月妍上演亲密床戏，图中心提供201803.20。金钟系列电视电影《阿青回家了》由是元介、沈建宏、王炫以及王月妍携手演出，剧中是元介饰演哥哥杨俊，其中让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与王炫前辈下跪求情的一场戏，为了想救弟弟道歉下跪那一幕让我最崩溃，第一次哭到导演喊卡，依然没有办法收住情绪，哭到工作人员过来扶我还是无法起来，觉得很可怕。剧中是元介与王月妍有突破尺度的亲密床戏，是元介被导演要求床戏要表现兽性的一面，因戏中所扮演的杨俊属于基层的劳动者，唯一的自信来自于弟弟跟女友，女友就是他宣泄的对象。是元介坦言，这次拍摄是出道14年以来最大的尺度，也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，重点是动作，仿佛把房事的动作一览无遗地表现出来，过程很写实。是元介王月妍上演亲密床戏，图中心提供201803.20。是元介透露与女生拍床戏，重点是女生一定要在很安全不害怕的情况下拍摄才行。当时拍摄床戏，王乐言穿的是长裙子，但是元介被导演临时要求脱到只剩内裤，他回想那天内裤很紧，只要影片截图放大那个形状就很明显，如果不小心掉出来就只能这样了。该剧将于3月31日晚间11点在中天综合台36频道播出。是元介王月妍上演亲密床戏，图中心提供201803.20。